大家好，我是爱猿人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三角洲行动主线任务全能激发二拳攻略教程。大坝危机起伏，请多加小心。零号大坝危机起伏，请多加小心。积极回顾成功经验，有助于保持优势。这气色不错。他们办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
发现敌人。